this! Chong Yun! You make it, you! I'm not going to get you here! Hey, I'm going to get you here! I'm going to get you here! 希望一时赶到位，超越拄只伫玻璃迄电梯这内底啊。但是有什物事较长，你敢有法度承担失去超越因母仔囝即个后果？所以讲起来啊，就是即个做红生无积极啊。是我毋对，我确实无应该放超越一个。伊讲啊，伊心里毋对啊。 明知影唔对，讲安尼做，敢是一种好责任的态度。超越啊，嫁着好翁哦，靠翁婿，嫁着歹翁哦，也翁家啊。婚姻是人生大事，所以你还是要清楚，莫做出互家己后悔的代志。张博士，我真感谢对超越一句话的支援。 我承认，即爿意外确实小可稍好，但我保证，以后会更加注意，绝对袂有超越佫受到危险。啊，毋过嘛，请你莫因为安尼，就对我有偏见，甚至去影响到超越的心情。你的保证对我来讲一点仔意义拢无，事实就是拄则超越差一点无命。张博士。 拄则迄真正是意外啊！是我家己把包包放伫洗手间内底袂记摕，啊文瑶无想要互我安尼行来行去，才去替我摕。而且是我家己无细腻，无看清楚才跌落去，这真正袂当怪文瑶。啊，那无怪啥？
超越，姚志高，那是帮恁搬家无关，马上来找我，我绝对袂放伊走。喂，啊，经理啊，好，无问题，我随个去。本来给你卡啦，以后我卡恁一个饭店监视器，看拄则电梯故障哦，是往设计还是机器歹去？曹月，你等下等我，我查清楚真相转来。我一个人伫遮真安全，你放心。你水冷起啊，我替你加烧水。没有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你坐就好，吼、哦。让你自己的心情较安定的，哈、哦。张博士，真够多谢你的，你真的是一个足体贴的人。虽然咱只实在无外久，你煞予我连亲人拢毋捌予我的温暖，迄种感觉有淡薄仔熟悉，啊，毋过佫有淡薄仔找分。就是一种足特别的温暖，唔知我安尼讲，你敢会当了解我的意思？啊，人甲人之间的熟识哦，就是缘分嘛。搁再讲啦，你一开始是叫我爸爸。我怎会记？迄天我应该，你感觉足困扰的吼？袂啦，哪会困了？我阁真欢喜提供白哦，替咱把这条缘分的线牵起来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伫咧台湾哦，熟悉的人无济，而且你吼真着我的目缘，所以哦，一看到你我就知影，你是一个哦真善良的查某囡仔。我就自然用长辈的态度来对你好，哎，先当我白想呢。所以讲，你才会对文雅有敌意啊，因为丢人爸看囝生安怎看，拢袂满意。可能哦，毕竟哦，我是关心你啦。啊，陈文雅那是真心对你好。就会把我拄则所讲的话当作是我一个长辈对你的好意啦，伊袂把我的情绪放在心内。张博士，其实温瑶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人，而且昨昏伊甲我求婚，我嘛答应啊。即摆我感觉真正足幸福的。看起来港英团有感受到伊查某囝的幸福啊！看你哦，会当快乐顺心，我替你欢喜啊！啊，你甲文瑶的婚礼一定要请我参加哦，好我嘛是那么喜气。当然无问题。安总，啊，监视器敢有去到啥？无呢。饭店的烟盘应该是当时给伊故障啦，所以派人去修理保养啊。既然你已经回来啊，超越今嘛嘛无代志啊，我先离开啊。张博士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你敢会当和我甲文瑶请伊食饭？当然无问题啊，啊，不过你先把你的身体顾好再讲。超越意外绝对跟蝴蝶有关系，不过因两个嘛有交叉，蝴蝶是安怎要针对超越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我问你，是安怎要对付江超越？是安怎要敌伊的性命？李贝，你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？江超越是江总裁的查某孙仔，啊，我甲伊嘛无任何的交叉啦，我想安怎要害伊？别再跟我弟弟了，我亲耳听到你跟客户在说电话，
你讲会照伊的指示去予伊一点仔警告。原来我甲妈讲的话，予俊男听到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原本就是讲，恁的目标是哥，我跟在你的后边，你要去饭店。结果才知影，恁的目标是江超越。是安怎要对付超越？原因到底是啥？讲。李伯，你真正误会妈，妈根本哦无叫我去做任何的代志，啊，我嘛无理由去对付尴尬。而且你甲大伯买台湾政治，唔是早就甲妈参详好啊？咱共同的敌人吼是江崇仁，所以你甲大伯就去尴尬做交配。我哪有可能大主大义跨过你来破坏咱的计划啊？蝴蝶。你别插话哦，愈讲愈顺呢。甲你以前迄种老实故意的个性，一点仔都无共款。你无想要讲啥？那呢，我甲代志经过，去甲江中立讲，然后请伊用伊的势力，去饭店哦，甲所有的监视器拢交出来。我就唔相信我找无，你偷偷对电梯动脚手的情况，到时阵你面对警察的时阵。我看你要安怎辩解？张俊南，你敢一定要安尼逼我？不管安怎讲，咱两个以前拢作为拍拼的征婚，你敢真正一点仔余地拢歪落好我？咱以前敢有啥物特别关系过？自从你决定去做江家的媳妇，你就应该停止这种不应该有的想法，还有愿望。对我来讲，你就是我的同事。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，咱的关系拢未改变。所以，你敢袂当讲出真正的原因？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心肝俩瘫痪，我会去找工厂哩。你唔免阁讲这种话出口，我讲就是，无唔对，开始是阮妈叫我做。啊！不过，伊的目标是陈文耀，不是江超越。客户要对付陈文耀，原因是啥？客户无可能熟悉陈文耀啊，更加无可能甲伊结什么冤仇啊！蝴蝶，你到底知影偌济代志？我拜托你，归去一概讲予清楚好无？我什么都不知影，只要是妈叫我去做的代志，我拢袂忘想这。你若是想要知影原因，等妈回来台湾了后，你会当直接问。你无骗我，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啊，不过在我看起，我的卡是因为你甲大伯大主大，做任何决定都无问过妈，才惹伊无欢喜。我是在问你，为什么客户要对付陈文耀的代志？你伫遮跟我搞死啥？你无想要讲，不要紧，为着我总是会找到原因。蛋姐，我嘛有话想要问你。拄则你叫江超越的时阵，我拢看到张军，你只是西装甲江永川就熟悉。啊！不过你不是真正的江永川，你想到叫你要还到江超越，你袂记得哦？顾就是想要借这条命去接近江家，所以呢，对我卖阁提哦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当然是要演了较真淡薄啦。啊，若无是要安怎得到江家的心？刚刚有啥问题？若是无？我先来走。